你今天的衣服颜色是超能力霸王的颜色。你今天的衣服颜色是这个超能力霸王的颜色。有啊，它是红色。那个妈妈应该在右手边，因为饲料在右手边。右手边，在那里。不是的，先去买饲料过来啊。小兔子的饲料还没买呢，这里。先看饲料了，哎呦，你每次都这样子。这里。我知道啊，先买饲料。哇。哦。这个没有。对不起。过来。谢谢。哎。你看，找到了对不对？妈妈跟姐姐在这里买狗的饲料。告诉你哦。嗯。这个里面有复果冻。真的啊。哦，那你告诉你哦，还有小老鼠的那个爆米花。嗯、你这边有捞鱼网。买鱼网要干嘛？啊、你要是啊，他捞一夜的鱼是不是夜的鱼超多的？那上次要分类，捞一大堆。要把小的鱼放到另外一个盆里。哦。因为大鱼会吃小。了解。我们这些东西要不要等到我们搬新家再分啊？不然的话，到时候要再搬一次鱼缸。为什么？好不好？你们都可以。在妈妈的房间放鱼缸啊。我觉得我想放大鱼缸。是啊、哦。